情，沧海谁人听？世人都说人有情，相思谁人应？我道人间多少苦楚，生死无心。你这只傻傻的狐狸精，今生来世只为情。狐狸精，狐狸仙，千年修行万年间，火红呀露珠呀，八戒呀是无双，八戒呀是无双，是郑学景，给我找出来！吵什么吵？你们吵到我了！我再问你一遍，郑学景到哪儿去了？房租你要再交不上来，你就给我滚蛋！我刚刚回来的时候，在城门口看到告示，说宫廷画师大选三天之后就会开始第一轮选拔，到时候我堂弟郑源会代表我们郑家屏风店参加。你再给我十天时间，只要郑源能够胜出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做你的春秋大梦吧，能够胜出？那是不能胜出呢？不能胜出的话，我就主动从这搬出去，以后这栋房子就彻底归你了。这个我可不同意。这个房子本来就是我的，你都在我这个地方耗了几年了，我凭什么还给你十天？你现在立刻马上带着你这堆破屏风给我搬走。这些屏风不是破屏风，每一扇屏风都是我亲手绘制，每一扇都有我的心血在里面，你凭什么这么说他们？哼，没人要那就是烂货，就像你一样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野种，爹娘一个一个的被你克死，还以为攀上了六王爷沐尘的高枝，你就能够麻雀变凤凰，做梦吧你！你最后还不是人财两空？你再跟我说一遍！不许你说我虚情姐姐！你们是人是鬼？我们是人是鬼不重要，重要的是。你想做人还是想做鬼？大神饶命，大神饶命啊，小的知错了，小的知错了，大神饶命啊。滚，站住。还有什么事啊？既然房契在你那里，我不会强权豪夺，还是按照我们之前说的那样，只要郑源能够入选，我这里的生意一定会再次好起来，到时候
我照样每个月付你房租。好好好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房子你拿走。西京姐姐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，没事。不过，你的堂弟郑源是谁？哪里有什么郑源？郑源当然是我了。宫廷画师大选只允许男人参加，所以我只能女扮男装去参加了。真有你的！现在我要进入备赛状态，只能赢，不能输。对，只能赢，不能输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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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能赢不能输，只能赢只能赢不能输，只能赢不能输，只能赢不能输。玉言，你放弃吧，契约一旦缔结，是无法解除的。就算你杀了主人，依然会有别人成为下一个主人。徐景，给你炖了点银耳枸杞糖水，明目安神的。辛苦了。其实有我们在，你不用那么辛苦的。这件事关乎我的人生信仰，我一定要靠自己去完成的。小黑啊，你这是帮薛静姐姐拿第一？那麻袋里装的什么呀？你名探的主考官庞南。你说什么？庞南啊。你确定他是庞南？对啊，我刚刚去他府里让他给你第一名，他不肯。我就一棒把他打晕，然后把他喂回来了。你好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们是什么人？你们胆子够大的！我可是朝廷的重臣，我是明天画师大学的主考。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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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这辈子都甭想参加大选了。哎，胡闹！刚刚不是说要帮雪晴姐姐的吗？干嘛打我？哎呀，我要是死了算了。雪晴姐姐，我有办法补救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只要把他被绑架这段记忆消除掉就可以了。快，你快来，快快快，快，你快消，然后把他安安全全的送回去。嗯，好。这些都是他的记忆。对。打晕他，好，赶紧把他送回去，别再出错。好，知道了。哎呀，还好有你。我还是有点不放心，我跟着小黑去看看。好，我知道，你自己小心点。白哥哥，这个茶好好喝。哇，西京姐姐，你今天好帅啊。胸部好像还是有点。那怎么办啊？我只能做到现在这个程度了。我来帮你更像一点。还能变回来吗？当然。
等你回来，我就帮你变回原样。啊，那就好，吓死我了。那你们好好看家啊。好，我下午才能回来。好的。这个你拿着，里面是你作画的工具，还有中午的午饭。还是你最贴心。走啦，下午见。好。哪里啊？你要干嘛？死妖怪，你快放我出去！华师大选就要开始了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想走可以，先说出解除契约的方法，不然哪儿都别想去。我和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根本不知道那个鬼屏风是怎么来的，更不知道什么解除契约的方法。你能不能不要再烦我了？你那点小伎俩骗白生他们可以，想骗我？哼，灵犀屏风乃是天下至宝，你告诉我，你只是凭运气拿到的？我说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你怎么这么不信任别人？你跟我说信任，我告诉你，人类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值得信任的生物。要是不明白这一点，我也活不到今天。我现在不想和你说那么多，你先让我回去，以后的事我们以后再说。我也没时间跟你纠缠，你今天现在立刻把解除契约的方法说出来，否则就是死路一条。现在白生和灵犀屏风可都不在你身边，没人能保住你的性命。余言，算我求你了，这真的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。如果我这次华师大选不能获胜的话，我就会失去我父母留给我的房子，变成一个无家可归的人。那栋房子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感情，是我从小到大在那里生活的记忆。所以今天你要么放我回去，要么你就杀死我，你自己选择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杀了你。只要你一死，灵犀屏风的契约自然就会解除。不要怪我心狠手辣，我给过你机会。放开他！像你那样心狠手辣，随随便便就要取人性命。灵犀屏风，我现在要去皇宫，你能带我去吗？啊！慢一点，灵犀屏风！啊！来点这个吧。迟到了。
你慢点，慢点。你慢点。站住！哎，我让你站住，好什么呀？哎呦，巧了，郑源公子还是那么一脸俊俏呀。是巧了，一年没见，张公子还是那么臭不要脸。你姐郑雪景，近来可好呀？ 还是守着你们家那个门可罗雀的郑家屏风店，嗯，和你有关系吗？暴发户，要不回去也劝劝你姐吧，赶紧的，趁着年轻找个人嫁了得了。我听说六王爷穆尘好像把她给甩了，是吧？哎，要不来我家吧，做个小妾，我呢，应该也不会嫌弃她的，对吧？ 切！大仙饶命！大仙饶命！哎，瞧你这模样啊，还有这小眼睛，公子注定是穷鬼。哎。 时辰已到，参加宫廷画师大选初试的考生们，可以进场。 大家都注意了，还有最后半个时辰，都抓点紧。考官大人，我口渴了。
能否赏口水喝呀？就你事儿多。谢大人。郑源，你干嘛？你把画还给我！郑源，你干嘛？你们干什么？大人，他抢我的画！无耻小人，明明是你这画作有问题，你公然作弊！血口喷人啊！胡闹！这里是考场。这考生，你说他作弊，可有什么证据吗？大人，我亲眼所见，这画作有问题，这杯水也有问题。胡说！这水是我给他的，那你的意思是，我也和他一起作弊了？我，哎，你说你看到了，那我能不能说我也看到你作弊了？你等会儿，哎，你不能因为咱俩私底下有过节，就在这考场上冤枉我呀！这可是宫廷画师大选，在这儿作弊，那可是欺君之罪，我可担当不起啊！张启明。我怎么从来没有发现你是这样的无耻小人？行了，你回去。大人，再惹是生非，取消考试资格。你们，你，抓紧作画。是。都看什么看？考试继续。却锁不住心。
信我，哪怕修行千年，一刹好景。